男女有别的处女座，交朋友。我交朋友只看三观，三观不合的人请勿打扰，谢谢。要不就当我的好朋友，要不就从我的眼前消失，谢谢。谈恋爱。我思维保守，我还有感情洁癖，不颜控，但是你必须双商在线。想和我谈恋爱，那你必须非常非常非常优秀才能配得上我。适合的另一半。我和金牛女是天生绝配，不用一见钟情，也不用轰轰烈烈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我和摩羯男是天生一对，默契同步的细节控，还能让我欺负个够。一句话评价自己。我是完美主义的大丈夫。我是完美主义的女强人。